立新太妙了，太妙了，猜中开头根本猜不中结尾啊。打开全部人给大乔明目张胆地说开大赵拿龙一波。开天命。是的，看到这里，对面也嘲讽似的回应了，智商有被侮辱的。起进攻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以为打龙是最终目的，其实直接调虎离山去偷家才是最意想不到的结果。凯，峡谷地的位置是不是该换换人了？来来来，我先让你三招。结什么？法师不是这样子玩的呀，那应该怎么玩？开局你是不是要去抢中线啊？那抢完中线你应该干嘛？去干嘛？在塔下等兵线呢、啊？你不支援的吗，姐姐？那我去支援，我兵线不要了。你去支援完回来，那个兵线也才刚出啊。好，就算我去支援了，关键我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。那我支援的意义在哪里？就算起不到作用，你去那里逛一下多好啊，装一下你都不会吗？那万一我去支援了，那个打野车我不再把我血包吃了呢？
却在后了，保持风色。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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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